天宗是睥睨天下的昊天宗，我们不只要再创辉煌，也要守护好整片斗罗大陆，才不算辱没天下第一宗门之名。我知道小三有办法帮你断指重续。孔雀翎和葫芦堂年，老陆前辈都完成了，前辈为何没来？老陆做的宝玉梨花针怎么一根银针都没有？陛下有令，要亲率百万大军决战武魂帝国。皇室存亡。消除夫人隔阂，引领宗门西进，皆系于此战。
绝不能输，此一战绝不能让诸位长老挑战心情，我必须限制住他们。各位长老小心了，那也行，万金之命。唐三，今天我们就一起做一下你的锐气。唐归位，起战。吩咐的事已查清，昨晚雪夜大帝与几位重臣商议的正是立储之事，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二皇子。雪夜大帝称赞其聪慧仁义，良善为民，可谓君主。二弟竟能得到父皇的称赞，把他处理了。是。
处，至于合理所需需要时间更长，而且还够灵活。所以我料到你的破译剪辑会有最强的一人单独出列对付我。昔日则维持阵法，继续蓄力下一次合击。只要你们四人选择了防守，后面我便再也不会给你们反攻机会。